类风湿性关节炎案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令人害怕的病，因为医学界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方法，所以有人说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死的癌症。服药控制16年的漫漫长路，以为可以缓解关节的疼痛和恶化，但是关节严重变形，身体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手脚关节肿痛。两膝肿胀，举步维艰坐轮椅，两手变形，关节肿胀疼痛僵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很难治的，很反反复复，那个真的是很折磨人的。简单的讲，我认为类风湿性关节真的，如果以现在的医疗，真的很难。你看原始点，现在为什么有办法克服？你刚刚看的局部的加强有没有？那患处有没有按推？有没有用保鲜膜？现在是多了一道程序，再用先用纸巾，再保鲜膜，道理都一样。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喷鼻的姜粉喷鼻治好多年鼻炎案例。我是原始点推广点的志工。我简单介绍我鼻子的症状。大部分的时候我左鼻孔是比较痛一点，可还可以用来呼吸，右鼻孔是完全阻塞，因此我一般都是用嘴巴在呼吸，所以因此喉咙有时候感觉比较干燥，有时候还会咳嗽。另一种情况就是灰尘比较多的地方，还是当脸部朝向空调冷气的时候，会流透明无色的鼻水和鼻涕，而这种情况已经长达20多年。我的朋友啊同事都觉得我讲话的时候特别的喘。根据我的情况，张医师说如果长久按推头部原始痛点无效，就把热盐直接送达内鼻孔患处。我愿意尝试这个方法，也就把姜粉往我两个鼻孔喷姜粉。这个过程就是鼻子有很呛辣的感觉，当喷进去的时候就有那种咳嗽的感觉，喉咙会有辣辣的，鼻涕开始流，两眼眼泪直流，这一两分钟的感觉是非常不好受，鼻孔也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都是阻塞的，不过之后鼻孔就会慢慢打开，呼吸就慢慢顺畅。在这期间需要配合大力按摩鼻子两翼的肌肉。经过4-5次在鼻孔内擦姜粉，鼻孔阻塞的现象也就慢慢舒缓。现在早上起来还会有一点阻塞，不过继续在鼻孔内擦姜粉，内部鼻孔就慢慢打开，情况也好转很多，呼吸也舒服多了。谢谢。他们是第一次试就有效，那多年的喷了，他就改善，那当场好像他们有一两个都是这样。那特别放给大家看是，其实脸部的开关如果热盐进去是以鼻子，我认为大开关就在鼻子，因为喷进去那种感觉直接冲到脑门了，那眼泪就这样流出来，哇，眼睛干涩的也可以改善，了解吗？然后喷进去它可以到咽喉来，喉咙痛也可以改善，所以喉咙痛不一定要从嘴巴进去啊。那鼻子过敏的那更快，直接喷进去，它那个就开始有灼热感。我试过的就是这个姜粉太强，比姜汤那个都还要强。
但是要注意，有一些体力虚弱的，你不要一次喷太多，因为太刺激了，你知道？有些会受不了就，吸给你看哦，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开始少量一点，它确实是很好，就脸部的大开关。有时候包括像舌癌或咽喉癌，它吞姜汤有一点困难，不是吞姜，姜粉泥他都觉得含着都很辣，我叫他从这里进去，他感觉喉咙就改善，所以不一定要从这里进去，然后上呼吸道，也有人喷的感觉是，慢慢进去，然后一直下来，从咽喉也热，然后热到怎么样？他们有人跟我讲，还热到肺部来，所以这个姜粉哦。从这里进去，我认为这五孔啊，还有什么洗姜汤、洗耳都来不及怎么样？这个鼻子过更难，所以只要头部的，我想有一些脑中风的，你要把它温敷，你看都可以冲到脑门去了，是不是可以叫他养成一种习惯，想到就喷一下鼻，可不可以？可以啊，只要他在他能接受的范围内。特别推荐。好了，那刚刚讲的这些直达半柱体香，还有第三项症状反复的，到底是不是症状正常的修复过程，你们一定要判断。了解这个，我认为到这里，因为都是重病，大家都会提的，多放几个案例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再来看自律神经失调的。自体免疫案例。2013年，我动了一个医生所谓的小手术，就是我子宫的水流和血囊切除手术。那三个月后呢，其实我就面对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一夜之间，我的手完全动弹不得，我没有办法写字、穿衣、拿笔，我每一样东西我都是需要人家来服侍我。我不晓得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到处都去找方法。我从小小的诊所到最后大医院、中医、西医、神医、风水，我什么都看了，但是我的病完全没有一点起色。半年后，我不只是右手，我的左手也完全没有办法移动，我需要靠我的家人来协助我。我每一天就是这样子来度过。那我一直都坚信不疑，我总会有好的一天。直到有一天，我到一位很多人都说很有名望的医生那里，他告诉我，你可以动手术，只是说半年后他会再复发，每半年他就会复发一次。那比较遗憾的就是说，你最多可以活多3到4年，就是4年后，今天的我还依然活着。其实当时候我听到我还剩下最多4年的命，我第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我付出那么多的努力，我要做那么多的东西，那最后我花了那么多的钱，我看完所有的医生，最后我什么我都得不到，我只有一个死。所以我当下我马上我就崩溃了。其实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我回家看我爸爸妈妈最后一眼，我会自行了断，因为我想活得比较有尊严。但回到家乡，我妈妈一看到我，她就说，我听说那个原始点好像很不错，你要不要试一试？我其实我是真的想敷衍我母亲，我真的是去原始点看一看。当时候有一位师姐，她就帮我按推我的手掌，当天我的手就肿胀得很痛，我就很不高兴，很生气，就是连死你都要让我死到最痛的那一次，我就受不了。但是我妈妈就看到我这个情况，她就让我看光碟。我看了光碟，我决定再试最后一次。那我跟我先生说，我认为这个是我最后的希望，能和不能我就是靠这一次。我回到嘉颖，去了嘉颖的原始点，师姐让我喝一杯姜汤，很小的一杯，我记得，而且也不是太浓。我回到家，我开始呕，
吐、晕。当天晚上我在喝的话，我其实就开始肿胀、麻痹，那身体就开始发红、痒，真的是受不了。接着的那个时间，我其实就开始晕啊，不舒服、发高烧，甚至我进入半昏迷的状态。我先生跟我母亲吓得半死了，就互相沟通，然后我先生就在我耳边轻轻问我，现在马上就送你去医院好吗？我告诉他，医院我去了很多，我几乎那个是我第二个家，我知道医院帮不了我，医生帮不了我，西医帮不了我，这一次你一定要支持我，我就只是剩下这一个希望。我讲完了过后，其实我已经几乎昏迷了。很幸运的，我的先生并没有把我送进医院。隔天师姐师兄都有来帮我安推，甚至拿姜汤给我喝。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维持了大概三个星期多，近乎一个月。间中我真的是有气无力，我完全是处于虚弱的状态。那三个星期过后，有一天我自己站起来，我自己可以洗碗，我自己可以缸水，我变得正常了。是原始点让我有今天，是原始点在三年后的今天，原本就是我的死期，我竟然还可以在那这里跟大家分享原始点的优点跟原始点的能力。是原始点和张医师延长了我这一条命，是原始点和张医师丰富了我的这个生活，也更加是我们的义工们、我的志工们给我的支持，让我在最绝望、最崩溃的时候扶我一把。我真心的谢谢原始点。到了这一关，你觉得喝了一杯姜汤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你们还相信原始点吗？就像他说的，如果他不是西医已经宣判他死刑，他已经无路可去了，他还能坚持吗？这个我都打个问号。但他最后是确定，因为他知道西医是对他一点用也没有，什么名医、神医、什么医都医过，所以他唯一怎么样，最后就是相信，选择了相信原始点。那还好，他熬了三个礼拜，你看喝下去，呕吐、晕、肿胀、麻，甚至到昏迷，你能想象吗？什么该有的症状都出现了。这些都是考验，然后很明显的就是恶化，因为到昏迷还不是恶化是什么？你还能坚持吗？就像我们说的乳癌，已经都这么大，一按推血就喷给你看，你还能坚持吗？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关卡确实是所有医学界一定要反思的。到这里是不是正常的修复，或是什么？一定要加进这一条，如果没有，你太匆促做决定，很可能真的就挂了，又走到寒冷的医药界去。好，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一开始患处体相之间，其实它到最后，如果我们现在的原始点的使用方法已经那么完善，我认为应该还可以缩短。但是它好处就是它坚信，不再消耗热。那最后的胜负不只只有热源的关系，还有心情呢。你看我放给你们看的，那观念不清，哦，或是情绪起伏太大，这个都是要命的。只要有一项做不到，你可能都会怎么样，前功尽弃哦。好在这个患者是坚定，然后最后也走出来。好，那所以这四项里面已经很清楚了，所以以后你们遇到这个重病做不出来，已经没有别的，就只有这四项。
这样还要问我吗？以后要不要问我？以后做不出来找书本，就找这四条，然后怎么解决，我四条都有写了，好不好？到这里必须要讲清楚，因为从轻症重症可以一笔带过，但到了重病，确实就是生死存亡，不可谓不慎，每一步都要很小心。那以后遇到了，你们会不会很笃定？到了最后一条，比如你真的所用尽办法也没有效，那就是第三条，下面准备要讲。就是，当然了，后面还有一条就是变生死的，那生死完就是第三条，什么情况下无效？好，那我们才来进一步评估，了解吗？好，那所以我们大概重病就介绍到这里，那我们紧接着继续哈，紧接着我们来看下一段。三。生死存亡的分辨与治疗原则。病症若出现喘息苔间，久久才急促呼吸一次，则说明热能耗尽，体力衰退，大限已至。处理原则绝对要避免徒增患者痛苦的抢救，如压胸、CPR、电击、气切、插鼻胃管、插导尿管，以及无谓的治疗，包括任何寒凉性药食乃至各种点滴，如葡萄糖、食盐水、白蛋白、抗生素、利尿剂，以不可喂食温热性药食及按推原始点。此时只可温敷，让患者保持神志清明，安详而逝。如果还能根据患者的信仰或习性善加开导，使其放下尘世所有执着，则是临终一大祝愿。要变生死，如果患者从重病显象已现到命危，然后再进一步，你发现他突然间就是久久才急促呼吸一次，这个现象出现，就代表他怎么样？大限已至，必死无疑，绝对不可能活。只要有你看到这一个现象，就准备后事就对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出现了，你还去搞什么气切、插管、CPR，那就是折磨了。讲白的就是折磨了。然后能不能？因为一般到这里哈。患者家属也都很慌，那医院也都会说，哎，要不然我们做什么做什么，有没有？都会问你们，他也怕都无所为，那你们会怪罪。事实上，那个就是确定了。那患有时候他们也会建议，要不然打个点滴怎么样啊？或是白蛋白补充一下啊，有没有？都会讲，一般你。啊，家属认为医师提了哈，如果我不答应，周围的人都听到我拒绝，可能会骂我不孝。算了算了，为了大家误以为我很孝顺哈，我还是医师说什么我就遵命就对了，那也比较不会遭受非议，是不是？有没有人这样，家属这样？绝对都是，大部分都是啦，你们也不要怀疑啦。到了这一刻，医生提出什么，你们就想，好吧，那钱也没有用了，反正能救他的，你提出什么我都通通答应。但事实上能不能用？绝对不能用，你不要相信有什么不要。而况这些西医提出来的全部是寒凉，没有一个是，只会让他的热能消耗得更快，更加负担更重，更加痛苦而已。一定要有这样的智慧，不是钱的问题。了解吧，求一个善终嘛，那到了命真的保不住了，就让他走吧，安详的走。这一定要有这样的坚持跟智慧，不要再想别人怎么样，不要看别人，你摸着自己良心这样做，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如果你不知道，你还可以装蒜。
对吧？那已经知道了，你是向真理屈服，还是真的向世俗妥协呢？这个一定要想清楚。包括公益点也是，到了真的不行，不是说一啊就去器械就是建议，不是这样，把它分析清楚，由患者决定。我们也不一定要留意，但是接下去会什么状况？因为延迟点从轻症到中症到中病到怎么样一个下来，都已经把每个层次都讲得怎么样很清楚了。你到走到哪个地步都很清楚，明明就是延迟点，不只让你怎么活过来让你清楚，你以后怎么死的都会死得很清楚。所以早期我都在问，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以后怎么死的？会不会一知十字？会不会？会的举手，我看一下。啊，不举手什么意思？你们听完原始点怎么死的还不知道？那你不知道，我就直接告诉你，到最后都是热人耗尽就走了。但是热人耗尽之前会有几个现象，回过头来看，什么现象？第一个就是开始感觉，哎，怎么走路开始越来越迟缓了，行动无力了，你就要小心了。这时候你已经走到什么？人生已经走到怎么样？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解吗？不可再留恋了，要有这样开始的警觉。如果进一步体力越来越差，面也无光泽，讲话有气无力，然后越来越怕了，就要想了。这时候已经天黑了，连夕阳都看不到了，知道吧？那如果又出现水肿啊，腹部水肿，呼吸困难，就代表怎么样？差不多了，你遗嘱要交代了，该写的写，不要写的太清楚，写清楚也没有用，反正你写清楚要给老二老三，他们以后还是会打架，还是会互相告，写清楚也没有关系，反正人都要走了。最重要就交代，不要把我送去医院再急救，了解吗？因为到这个地步了，你还能怎么样？然后如果还能救你的，我看只有延迟点，因为从热人一直在强调，一开始就是设定要保命的，对吧？那没有热人的医疗，怎么救命？这个一定都要想清楚。但到了这个田地了，已经呼吸急促了，你也不要期望，这时候延迟点也不能再温热性饮食，还在强调这个，了解吗？好，那紧接着就是三大诊疗方法的第三种就是看到病人，我大概就知道他能多久就能修复，好，然后这个方法是否有效。好，我们来看第三个诊疗方法。三，辨治病所需时间及是否有效的诊疗方法。辨治病所需时间及是否有效的诊疗方法，是通过观察症状，按推原始痛点、外内热源，按推患处及其他保健方法，如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以研判治病所需时间及是否有效，从而达到解除体伤，尤其是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一、研判治病所需时间。急性病，如感冒、腹部胀痛、排便困难、腹泻等，又如西医之肠梗阻、盲肠炎、胆结石、急性肠胃炎、肠病毒、食物中毒等，或一般急性外伤，如红肿、破皮、出血等，约一至七天。急性病且体力虚弱，或严重急性外伤，如烫伤、毒液灼伤、肌肉肿胀撕裂、骨折等，约十至三十天。慢性病，如行动迟缓、全身无力、异常疲惫、声音微弱、面无光泽、肢体冰冷、肢体水肿、肌肉萎缩、肌肉腐烂坏死等。又如西医
指类风湿性关节炎、帕金森氏症、小脑萎缩症、酶结综合症、自闭症、植物人、渐冻人、红斑性狼疮、牛皮癣等，约一至三个月。最严重者约三至六个月。若通过诊疗所有方法经半年仍无效甚至恶化，则属难治之病。从很简单的破皮流血啦，这些很容易处理的，到了最后的慢慢体力虚弱，甚至比较严重的像骨折然后撕裂伤，甚至烫伤这些都有时间的。那到更慢性的比如我们早上也放了有一些牛皮癣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红斑性狼疮啊，甚至自闭症啊，这些上面所述的几乎都是原始点做过，只有一个还没有做过，就等待你们去突破的是什么？渐冻人。我认为渐冻人原始点以现有的方法，你看那个洞你们就应该很意会了非常的。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热源送进去来解决？这些虽然看似都是医学没办法，但我们早上放了很多，也都已经突破了。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山头还有待各位的努力。以后看到渐冻人，一定要怎么样？非常礼遇，然后百般千般的把它挽留下来。好好伺候他一番，然后把他好好仔细的观察，他多久用热源就能改善？以现有的原始点，我认为应该有方法，也就是已经把热源送到直达患处底箱，然后怎么样24小时？这些方法我们都讲过，这些有待你们来克服。那我们现在就是看到什么病？多久会好？我们是兴奋的，所以我们原始点，你看最轻微的像这些肠梗阻这些一般的痛甚至简单的讲食物中毒也好，感冒那更不用讲，那这个一般都是1到7天你就要把它搞定了，如果超过了，那就是你功力有问题真的就要深自反思我讲的是这样。所以你们再看看那些病，我们再让你们流连一下，再上去，急性病，好，急性病，你看感冒、腹部胀痛、排便困难、腹泻，其实你看很多包括西医的肠病毒，这个对我们而言是怎么样？绝对是小 case， 但是你要了解肠病毒有时候。因为带有高烧了解我的意思吗？他还会有高烧，甚至吃不下，连喝水都要禁因为他一直拉这些，那你怎么处理？我们怎么有办法说1至7天呢？对于这样的病，很多都要拉很久甚至如果快，我认为1-2天就可以把它结束了。不要像这种急性病来的越急，对原始点反而是怎么样？是我们最擅长。很多可能对中医就是遇到说那个急者求西医，慢者求中医，那原始点刚好不是快慢通包，哇，这才厉害我是说实在话。所以如果说像他们说的盲肠炎、肠梗阻啦那个肠粘连要开刀，以我的经验一般是1至2天内你就要把它搞定，没有搞，尤其这些急性病没有搞定，表示你热源使用上有问题。比如说肠病毒就好，它如果刚拉，你不要拉到很虚，虚还要补那个时间就会拉长。刚一开始，马上怎么做？它如果高烧腹泻，然后这样来吃不下，怎么办？姜汤灌肠，不是姜汤连那个词我们都很讲究姜粉灌肠，直接灌，把热源直接送到肠，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吃不下了。那这个方法是中西医都还没有，
我们直接突破，也就把热源直接送上去。我急救过，我第一天我就跟你们讲，有一个癌末患者快挂了，他就人已经很虚，然后又刚好高烧腹泻，完全束手无策。他也知道去医院也是死路一条，因为反正已经吃不下了，唯一招就是姜灌肠。哎，结果姜灌肠一两天内他腹泻完全止，完全止，然后差不多到四五天后完全能进食，那差不多一个礼拜，那是已经很虚的人了，就开始恢复了。那他以为必死无疑的，结果在一个礼拜就把他搞定。那这个我是指比较严重，所以我说一至七天。还有一个，因为你们遇到的 case 可能都不一样，了解吗？所以我还会把时间稍微宽一点给你们，要不然如果你都遇到年轻的，我就写一到三天哦。那就，所以原始点为什么会让大家那么兴奋？因为看到这个，我大概就知道你多久了，是因为案例。那为什么我能够这样子这么笃定？全球的原始点案例，到最后都会到我这里来。那你看每一天做的案例有多少？我说这种研发是从民间开始，所以让我很笃定哦，原来什么病大概多久会好，心里就有个底。好，那我看这里有什么胆结石，我也做过了，有没有？有些说胆结石要开刀的，当下来当天，你们还记得吗？第一天就播的，还记得吗？我揉一揉，当下就痛就缓解了，有没有？然后一个礼拜才痛，哎，半个一个礼拜痛两次是吗？然后再揉一揉就缓解了，然后完全就最后再追踪，半年后再追踪，完全好，啊，这个也有。那我看还有什么？有没有？还有这些排泄困难的比如说急性病、感冒那个就不用讲。腹泻的我认为也已经克服了，这个应该也没什么好讲。腹胀痛的对我们难不难处理？所谓对，因为痛第一天也讲过，痛多数怎么样？他肚底上一般有时候揉就很揉好了，就解决了。我记得我早期我在北京讲学的时候，就是跟一般老医师、中医师，他们就是说，好，张医师你讲伤寒论，他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头发还有黑的，那来听的都是老医师啊。他认为台湾这个伤寒论是大陆的嘛，怎么会由我来讲？然后就开始闹啊闹。我最后施出杀手锏，因为我对医师太了解，他们辩论很多道理，但我只讲一句话，我说伤寒论每一个案例我通通做过。这下子全场静下来。哎，你们不要乱吹牛，要有本事才能啦，你们不要学我这样，如果没有本事，人家吹牛，人家出一道考题你就倒了。好，那接下来就准备怎么样？接受挑战，我就准备有备了。好，医师就是治病嘛，不要讲那么多。你们在座的哪一个医师现在身体有问题的，可以上来。我接受挑战，哇，这下子就猛了，对不对？好，那是在发生是在2010年的事情，然后第一个来的就是70几岁的老医师，他说啊，这里痛好久，上来马上做，做完他下去，其实一直不相信我，因为怎么他行医比我多年，这样就被我搞定，有一点太难堪了吧？然后就一直转啊转，转来转去，哎，他说真的不痛，好，他没话讲。然后第二个，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本来说主持，他是主持人，他说啊，反正我演讲完，就主持一下，我有事要走。原来他胃正在痛，准备要去吃药。我说好吧，那你上来吧，一样搞定。搞完之后，把他做好了之后，中午还陪我吃饭。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那这种腹痛很容易啊，你了解吗？以现有的，你根本揉一揉，马上就缓解了，那马上就可以温敷就解决了。
所以这些病我认为都算小 case。 这里有没有我们的案例啊？可以放的，好像这些小病我们都不用了哦。真的，这些真的是小病，因为我觉得这个放太浪费时间了，因为连你们都做得出来。我们来看下面的，这食物中毒什么肠病毒，这个好，那这里比较严重一点的啊，不是外伤的，不是说比较严重，红肿破皮出血，这个也简单，这个案例应该也蛮多的，这个都不放，这个都太轻微。接下来比较严重一点啊，那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个就值得放。比如说急性病且体力虚弱，或严重急性外伤，如烫伤、毒液灼伤、肌肉肿胀、撕裂、骨折等。这里唯一放的就是什么？骨折有没有？我第一天放，多久会好？年轻年纪轻的21天，年纪大的将近90岁的几天？也是21天。这第一天都放过，骨折我就不放。所以我现在确定以原始点对骨折一般是21天左右，你们如果超过一个月，你们绝对有问题，了解吧？这个时间都给你们了，这我书上以后患者会拿书去找你们哦。我这个应该多久会好啊？那麻烦你帮我做，有可能这样哈。好，那我们开始来放的哦。第一个烫伤，烫伤最容易，我认为烫伤好不好治？好治，看，但是要注意有没有大面积或小面积的，了解吗？大面积时间要久一点，啊，有时候轻微烫伤，有时候当天就好了也有。那我们放一些比较值得一看的，好，我们来看脸部烫伤的案例。脸部烫伤案例，2016年10月26日晚约7:30。初三学生15岁，在强行打开煮粥的高压锅时，被高压锅里的气体烫伤脸部、颈部，紧急打电话联系山东省志工前来处理。先用温姜汤清洗脸部，涂抹姜泥，用热姜汤与姜粉调制，敷上姜泥约40分钟后，几乎没有疼痛感。处理过程中一直用红豆袋温敷。10月26日当晚处理情况。10月28日第三天到爱心之家推广站，按推相对应的原始点。考虑到脸部用姜泥不方便，改用姜膏，破皮流水的地方用姜粉。10月29日第四天，父母接回家，推广站的志工电话联系处理。10月30日第五天，11月1日第七天，11月3日第九天，11月4日第十天，11月5日第十一天，11月11日第17天放学的路上。前后比对，第三天，第17天。处理心得：一，能在短时间内处理好这个烫伤案例，源自于我对原始点的笃定。因本人在2016年9月6日被汽车水箱热水烫伤手臂，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前后12天恢复正常，这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二，这次处理过程中，由于脸部、颈部较多水泡，前2天早晚敷姜泥2次，清除患处的干姜泥时，用温姜汤打湿后清理干净。第三天改用姜膏涂抹。三，重点用内外热源，头部、颈部原始点部位用头套贴暖暖包24小时温敷，用红外线全身温敷。由于天气转凉，用空调取暖，让周围环境温暖舒适。四，内热源，由于喝不下浓姜汤，改用淡姜汤与服用姜丸，每日服用姜丸约30至40克。五，交代女孩妈妈，处理期间杜绝一切寒凉饮食，尽量不外出，
患处不得碰水，可以用温姜汤擦洗。六，由于被父母接回家，距离推广站较远，每天拍一张照片传回推广站，根据恢复情况合理使用姜汤、姜粉、姜丸的用量。整个处理过程17天，几乎全部恢复，而且没有留下疤痕。感恩山东省志工的协助，感恩传播原始点的所有志工老师，感恩张医师研发原始点并无私地奉献给全人类。好，烫伤现在对原始点应该算是小 case 了，那大面积的要注意的就是进阶渡劫寒凉，只要注意这几个。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一般就是烫伤都要冲凉，那凉我们说过了，组织受损就是我们的状，状应该是要温敷还是冰敷？绝对是温敷。寒凉的水它会消耗很多热能，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然后就会把病期拉长，了解吗？很多人，然后因为患者还有一个现象，他会有灼热感，那大家遇到灼热感以为那个就是热，一定要用凉来把它中和，恰恰相反，寒凉会使修复的时间拉长。所以当你用温敷的时候，它循环加速的时候，哎，那个痛反而灼热感怎么样？不消失。你们记得今天早上我还有放一个淋巴癌，已经快挂掉了那一个，有没有？它开始痒到灼热，有没有？刚才按的前3天，他们按完都温敷，哎，到第3天才消失，哎，啊，所以遇到这种灼热感，就是中医所谓的热性体质，但是。这个就是他们会用寒凉，那西医也是，他们一致都是这样，独独原始点，就是这样杀出一条血路来，就是确定这些烫伤全部都是因为什么热能严重不足。那如果大面积你用寒凉，不止不会好，还会有一个什么现象呢？挂掉。台湾以前就是这样，大面积的烫伤刚好去游乐园气爆。哦，那个伤了很多人，结果很多就是这样，因为去医院他们不了解那个热的重要，然后患者还可以从外面带凉饮进来喝，他们以为热，然后又冲凉水，我听说是这样处理，我看报纸，结果有几个就受不了，那这些都年纪轻轻的，那现在就是这个观念，就是烫伤因为错误已久，因为年龄间的什么豆青汤啦，哦，芦荟啦，牙膏来擦，我看举得出来，全部都寒凉。了解我的意思吗？独独原始点，一定要温热，那效果非常好。你看那这一个几天，17天了，完全没有什么痕迹，完全脱胎换骨。但他用的方法，80-90%都对，唯一一点，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还有一点点改进的。就是什么姜膏，因为现在姜膏我几乎都不用，你看我的书，这是早期在用，因为姜膏的热性不高，了解吗？可以把这些改良，那效果会高。但是它有一个做到非常好的，就是它24小时温敷，哇，这个就等于接近我们现在讲的。所以你就看以前的人在做，我早期就说要24小时温敷，真的很多人就这样默默的这样做出来，那所以他们做出的效果，他自己说的，他自己烫伤12天全部恢复，那这个小女生17天也完全恢复。那这样烫伤的案例，因为做的很多，我觉得应该这个已经克服，因为来的都是各地的精英嘛，啊，我觉得回去你们就这样做，一定会有很多案例出现，啊，这个我就不再多说。